二胎开放后啊，很多人表示我要辞职回家生娃娃啊。现在不是有个有名的辞职信嘛，就是我赶紧回家生娃啊，你谁也管不着我了。那么我们去搞一些小小的调查，会发现好多人不愿意生。我问了很多人，我说你们生不生了？现在可以随便生了，也不是随便生啊，可以生二胎了啊，生二孩了。说不生，为什么不生呢？说没法生，啊，养不起。啊，说养个孩子容易吗？养个孩子得多少多少钱？后来我想，过去的人养一窝子一窝子孩子，人都养，怎么到这会儿养不起了呢？是因为今天有一个口号叫“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。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受教育，小学，啊，小升初、初升高、高考大学都玩了命的。现在居然啊，居然还有一种班，这班叫什么班呢？它是为半岁到三岁的孩子，幼儿园前有这么一种一个教育，那叫什么名？那天那人告我，给忘了。啊，他说好贵的呀，在深圳好贵好贵的，说没敢选最贵的，选一中不溜的，2万块一百课，一课200块。那我说都学什么？这孩子学听音乐，啊，6个月的孩子，弄去，攒在一块听音乐，啊，这10多个孩子在一起放一曲子。放完了回家了，200块没了啊！那我说你怎么为什么不能在家听啊？说在家不知道放什么，人家是有计划的呀。说呢，要不然呢就游泳、做操、翻跟头。我说那么小的孩子怎么翻跟头啊？他说，哎，到2岁的时候他会教你慢慢的柔软的翻跟头。老师就做一个示范，啊，剩下都是每个家长弄着自个儿孩子在那掰掰胳膊、掰掰腿、翻几个跟头，完了，那这钱花了。这么大的开销，那让一般的家庭没法承受啊。那个跟我说的朋友，他那还算比较高的收入的人，他说都扛不住啊，都扛不住。那刚那才哪儿到哪儿啊，那才是一个2岁的孩子啊。我们正常22岁才毕业，我们将来会讲啊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教育的时间太长了，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啊。那么今天啊，今天这个我们计划生育啊，不是彻底开放，是二胎开放。那有人就说了，干脆彻底开了，谁爱生谁生吧。那好多人不生，那能生的赶紧生，那不成啊。那计划生育的工作的那个干部上哪儿去啊？我现在问着，我一想啊，我他们那么多人，那么一个庞大的军团啊，几十万人啊，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个庞大的组织。啊，每年除了要去领工资，你注意看啊，计划生育干部领的工资都是纳税人的钱，那么他们要把这个组织支撑起来，又要花巨大的钱，是吧？但是他们也想解放，就是一旦我们国家计划生育变成一个完全的放任的自然状态，就是谁愿意生谁生，不愿意生我得鼓励你生的时候，那这些计划生育干部就高高兴兴的回家干别的去了，不用老去盯着人家，这事儿盯着人家也不是那么特愉快的事儿，对吧？那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中国人啊，愿意不愿意保持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？我想了很久这事儿啊。比如我表明我的态度，我不是老说我是有态度的脱口秀吗？我就愿意保持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，我永远是第一大国，你谁也甭跟我争这事儿，对吧？我们有这个基础，我们本来有这种生育文化，我们小时候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让生育，那都很痛苦。我说你本来能生孩子，你不让生，是算怎么回事啊？现在年轻人生孩子变成一个痛苦，非常的可怕。你比如日本，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啊日本人生育，啊，他没有人，他什么事都干不成啊。但是现在日本人啊，日本年轻人根本就不生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你爱以后什么样什么样，我就是不生。我们过去有一个话啊。说的也有点意思，说人多势众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凡事啊，人一多，这就有事啊，这事儿就能帮你把这事儿干成，叫人多势众。干什么？多去人，啊，去少了不管用，让人欺负，得多去人。我们今天啊，别看中国人多，到处都是乌泱乌泱的人，尤其去了火车站，去了医院啊，去了公园，哪都那么多人。但是你们不知道，中国今年的青年人。仅是印度的一半，印度有6亿，我们就3亿。我们今天的人啊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啊。很快，老龄人啊，就是比我岁数大的全算老人啊，
得突破4亿，啊，4亿。我们想想啊，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负担，如果没有年轻人跟上，将来谁养我们？你们年轻人肯定没这感受，那谁爱养谁养，是吧？但是问题不行啊，现在人活得长啊，过去人活得短呀。我觉得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很快还会有大幅度的提高。公园里啊，什么到处都能看到是老人，那么就必须有资金去支持他。哪来的资金？就必须有人干活。我们今天啊，年轻人仅是印度的一半，那听着这个数据非常的可怕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民族的未来。我们其他很多国家啊，像北欧的国家，像俄罗斯，像日本啊，像德国，很多国家都要求自己人口增长，只有我们限制生育，全世界都不限制，就我们自己限制。我们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？是因为过去有各种理论认为中国人穷主要是因为人多。那我们刚才算了一些数据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德国、日本、这个印度都比我们人多，就平均呐，啊，平均每平方公里上都比我们人多。那你会说中国那个土地上净沙漠净高原，那日本还净山呢，对吧？都一样啊。所以呢，美国这样的国家就比较贼啊。他怎么贼呀？他是个移民国家，老让移民，你甭听他说卡着这个卡着那个，他只卡着对他不利的人，对他有利的人他全放进来，全给你利款，全给你户口，让你变成美国人。你想想，中国人有时候很亏，我们这么多年啊，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有多少人口移民？我们凡是移民出去的人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优质的人群。那他移民到国外去了，你比如加拿大啊，有重要的华人区啊，美国也有。美国到底移进去多少中国人咱不知道，美国人比我们清楚啊。大量的人通过移民的这个途径到美国去了，到美国干嘛去了？替美国干活去了。美国人让中国人干了多少活，美国人心里是清楚的，我们是不清楚的。美国人一定不让这老弱病残移民，对不对？他觉得你没用，你这个人文化低，你这个人没什么用，哎，他不让你移民，他老逮你说你黑户，把你遣送。凡是有用的人他绝对不把你遣送。比如我知道一个情况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爹理论上讲他爹都退休了，60岁，一退休第一件事就奔了美国了。到了美国待了没有多长时间，美国移民局来了，给他一个绿卡，他说我没有申请啊。他说你不用申请，你的情况我们都非常了解，你非常有用的一个人嘛，说给你，你愿意用就用，不愿意用拉倒。那老头就留在那儿了。他是我们非常著名一个医院的院长。到了美国，人家算您这岁数身体这么健康，你只不过是中国的制度让你60岁退休，到中美国干吗？在美国又一干又10多年20年，替美国发挥余热去了。在我们这儿没有余热，所以美国很贼的就变成了一个移民国家。啊，他不愿意接收的他就说你们都是非法移民，他愿意接收的你们全是合法的。那非法和合法之间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你要申请。那申请那非法为什么成为非法？是因为你申请他不让你进来，他觉得你的价值不够。如果他觉得你价值够，你比如你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啊，你身怀绝技，你是科学家，你或者是什么，他觉得你有用，他立刻就放行让你过来。所以美国、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是通过移民增加人口，那么其他国家呢鼓励生育，而我们来限制自己。我们限制自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我们会丢失一种文化。这个文化是什么呢？是叫兄弟姐妹。我们小时候都知道这人怎么称呼啊，说我有哥哥，我有弟弟，我有姐姐，我有妹妹，是吧？我有堂姐，我有表姐，我有堂兄，我有表兄。那很多人就一下就晕了，说这堂和表怎么去分呢？这亲戚之间，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独生子女，最闹不清这个复杂的亲戚关系啊。我们中国人的语言表达非常的丰富，你比方同为男性的上一代啊，那么你父亲这一支比你父亲大的叫伯父，比你父亲这个小的叫叔父，也叫叔叔，对吧？那你母亲那边呢有舅舅啊，这舅舅不分比你母亲大还是比你母亲小，按排列算，所以有大舅、二舅、三舅啊和小舅，最后一个一定要叫小舅。至于这个舅舅是你妈的哥哥还是弟弟，这不重要，在这边看不出来，在母系这一边看不出来，但是父系这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吧？你的大伯父、二伯父、三伯父一定都是比你爹大的。如果说大伯父
二叔、三叔呢，一定是比你爹小的，对不对？这很清楚。那么在堂和表之间，啊，我们现在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区分啊，什么是堂亲，什么是表亲，就是跟你爹或者说跟你一个姓的全是堂亲，跟你妈一个姓的啊，那当然都是表亲，还有一些跟谁都不一个姓的，除了你们家族跟你们家沾亲的都是表亲。那么你听着很简单吧？不一定，堂亲中他就可能表，但表亲绝不可能堂。你听这话复杂吧？什么叫堂可能表，表不可能堂呢？就是堂亲啊，比如你的男性的父亲这一辈的亲戚永远是堂姓啊，不管是堂姐还是堂兄还是堂弟，但你这堂姐要嫁了人出去了，那人那姓是跟你们家不一样啊，除非你们家姓李，那家也姓李，那你听着一样，但是此理非彼理，它不一样，所以到这儿就会变成一个表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过去的人啊，过去有好多骗子经常冒充表亲啊，表亲呢姓不一样，你分不清楚啊，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啊。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对复杂的亲戚之间的关系和称谓搞不清楚啊。最近有一个特火的电视剧叫什么呢，叫《琅琊榜》，我听他们底下议论就是搞不清之间的亲戚关系，说怎么那么复杂呀，画表都看不懂啊，对吧？那我们小时候啊，我们小时候看到最经典的一个京剧叫《红灯记》，《红灯记》里就有表叔这个词儿啊。李铁梅的经典唱段就叫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”，是吧？他有一段台词啊，他问这个李奶奶说奶奶，我怎么有那么多表叔啊？李奶奶这么说的，李奶奶说呢，你们家老姑奶奶多，你表叔就多呗。他这表叔都是什么？都是地下党啊，隐藏身份来接暗号的，所以不定哪天又换一个人，又换一个人，所以这人就叫表叔。表叔过去啊，他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身份，是在我们所有亲族当中既远又近的一种身份。而这个身份呢，他可以干很多事儿，不管是地下党员还是成为另外一种身份的人，他很容易以这种身份来出现。而我们今天呢，表叔呢经常换成了另外一个称谓，叫什么呢？叫干爹。我们这一讲讲二胎啊，现在叫二孩，过去叫二胎。为什么过去叫二胎，现在改口叫称为二孩呢？二胎是让你胎死腹中，二孩是让你这孩子健康成长，目标不一样，所以词汇得有略微的一点变化。我们讲了很多年的二胎呢，这会儿突然改成二孩吧，叫着还有点不太顺嘴。我们这一代人都不用问啊，99%就一个孩子，我也就一个孩子，一个儿子啊。那么现在国家提倡啊，可以生二胎，我也得赶紧再生一个啊，有点来不及。我们的人口呢，历史上我们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，我们最高峰期的时候啊，占全球人口的一半，1/2都是中国人啊。这什么时候呢？2000多年前的汉朝。汉朝的时候，我们中国的人口超过了5000万，当时全球人口只有1亿，咱就独揽一半人，5000万。
后来呢，我们的人口在增加，全球的人口也在增加啊。我们的人口呢，大概这个占一半的比例一直啊，持续到差不多鸦片战争左右。啊，那时候我们的人口呢，4亿，可是到后来100多年，我们人口不怎么增长，啊，一直到解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4万5千万同胞，4.5亿。那时候占人口的比例，全球的比例，1/4，啊，我们由1/2降到了1/4，2000年。现在呢，我们13亿5千万，听着比过去多多了啊，比4.5亿正好增加了3倍，但我们现在还不足世界人口的1/5，就是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我们的速度。那我们的人口啊，我们的人口由占全星球的人口啊，全世界人口的一半，现在下降到1/5都不足，我们未来会达到1/6，还会降到1/7。我们的人口啊，我们汉族人，我们中国人啊，人口在全世界的人口分布中的比例下降，对我们是好事儿呢，还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呢？我们也想不明白。那么，我们的人口的增加啊和减少，都跟我们的历次革命有关。人口的增加我讲过啊，我们农业革命以后，人类才度过了那个危险期啊。2万多年前人类还算濒危物种呢，我们活到今天是个非常偶然的事情。农业革命呢，由于它的种植业啊开始了，我们种粮食了，我们不需要去采集了，不需要去狩猎了，所以我们的人口就开始变得比较稳定，开始增长。农业革命啊，5000年乃至7000年以来，我们开始种小麦、种水稻、种五谷杂粮啊，这个稻黍、稷麦黍、五谷杂粮，我们开始养育我们自己，让我们人类壮大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物种。那我们鸦片战争以后啊，鸦片战争以后，由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啊，工业革命的好处呢，是使农业的第二次革命是什么呢？叫机械化革命啊，所以我们的人口呢就开始增长速度加快，快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原来讲过，我们从这个星球有1亿人到10亿人，走了2000年，平均200年啊，增长1亿人，这2000年非常平稳。但是鸦片战争以后100多年，我们增长了多少人呢？我们现在增长了60多个亿，我们现在一共有70多个亿，大概是73个亿人口。我们现在增长速度可能是人类历史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刻。如果这个速度不降下来，人将不堪重负啊，人类将不堪重负，将来出什么问题，我们今天预测都预测不到。那么我们的人口，中国的人口啊，由于实行了30多年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，我们有计生委是吧，是一个庞大的组织。这个组织那天我看了一下资料，大概有50多万人在这个组织里，而且这个50多万人呢是指专业的，过去单位里都有，每个大一点的单位，比如我在工厂的时候，我在出版社的时候啊，那里都有专门管计生委的，就专门管计划生育的干部，一般都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女同志啊，比较大大咧咧能说啊，上的什么都管啊。那么我们30多年的计划生育呢，使我们的独生子女呢，由一开始的提倡，后来变成一个制度。那么到现在呢，我们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人口，人口速度就增长的速度降下来了，甚至可能以后变成负增长，负增长非常可怕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二孩放开，大家都可以生2个了，只要你是育龄的啊夫妇，你愿意你就生2个。这时候呢，有人欢呼，有人不赞同，有人不高兴啊。我看网上就有人不高兴，说我们这么多人了，我们的人都多的到哪儿都排队啊，你房子也买不起，各种事儿啊，都是人口的压力嘛，为什么要放开呢？放开我们就更没日子指望了。那好，我们要算一个数，我们来说明这个事儿。我们先算我们自己，我们13亿5千万人除以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，我们平均一个平方公里养育了140个人，啊，我们不去计一些，比如沙漠呀，比如我们高山呐，我们都不计，我们就平均下来就是140个人平均1平方公里。日本啊，
跟我们比较起来，它人口的密度啊是我们的2.4倍，它一平方公里上有300多个人。德国呢，德国是我们的1.7倍，1.7倍呢也200多个人，那么跟我们的邻国啊比较大的国家，比如跟印度比呢，它是我们的2.9倍，就是一个平方公里上它有400多个人。那我们可以看啊，日本、德国这两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啊，它的人口的，就是每平方公里占有的这个比例比我们大，生活过得比我们好，对吧？它的生存质量比我们高。那我跟我们的邻国印度比呢？那印度人比我们密度大多了，啊，我们今天老是说啊，那印度穷啊，你看那个火车上载的那个人那么老多呀，他怎么还拼命的生啊？那印度就要拼命的生，按照目前的数学比例啊。用不了多少年，印度人口超越我们，我们不再是人口第一大国。我们今天的家庭结构，我们家庭结构大家都很清楚了。我们的家庭结构呢，叫4-2-1啊，就是岁数大的老年人啊占4，两个夫妻啊养活一个孩子，4-2-1。4-2-1呢，如果往上再一升啊，为什么什么叫再一升呢？我们过去啊都觉得，站在中间算，下有子，上有老啊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这一共就3代人，差不多了。今天，我们以我这样的岁数来论啊，今年60，60是我们国家男子规定的法定退休日啊，退休的年龄。我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的时候，我们上面还有老人，现在人平均寿命长啊。我们到了这个岁数的时候呢，我们上面至少还有4个老人，对不对？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8个老人。如果啊，以我儿子这个辈分而论呢，他到我们这一代人是有4个老人，但我们上面还有老人呢，理论上讲他那个老人是8个。什么意思呢？男方的父亲有父母，母亲有父母，女方的父亲有父母，母亲有父母，这不是8个人吗？我们就算他到了那个岁数，很多人去世了，那至少也应该留下4个。那么当他一对夫妻下面养育一个孩子啊，30岁左右的时候养育一个孩子，上面有4个父母级的，有4个祖父母级的时候，你想想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了一个4-4-2-1倒金字塔，让他们这一代承受的那个重压我们都不能想象。生育率有一个平衡点，这个平衡点是多少呢？是2.1，就是我们啊这个家庭生下平均生下2.1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平衡。为什么不是二而是2.1呢？因为这个一是比如突然夭折、疾病等等啊，就会把这个0.1的出生率呢给降下去，所以就变成你生出俩死亡俩，生出俩死亡俩。今天降到多少呢？降到1.5，非常的可怕。我看有人做过各种数学统计，说多少年以后中国人就生4个了啊，那太可怕了。我一想，